山林，秋山湖上，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。接纳生命，秋山湖上，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，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大家请过念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月灯三昧经。好，请方丈。以现代的社会要做一个菩萨，跟古时候不一样，古时候没有飞机，他不知道非洲什么事情，他不知道欧洲什么事情，他就在他的范围里面按照他们的传承在修行。但是一个菩萨不能不关心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、回教徒，甚至所有的国家文化宗教。所以当然就我们学大乘佛教，所以南传佛教巴利文不会很困难，而且都翻成中文，非常很容易读。因为南传佛教最大的骄傲，他认为说他们现在所读的经文是佛陀时代的这些老百姓的语言，不是梵文，我们汉传经典是梵文翻过来，比较像官方语言，就像我们古时候的文言文啊。所以对南传佛教的巴利文就很容易了解，一看就懂。问题是你怎么去做，这样就好。而且他们做的内容也很简单，因为南传佛教修的，我们就分作佛教分成三种智慧，一种叫二乘的智慧，叫一切智。什么叫一切智？就是一切都是空的，所以你只要打坐消灭贪嗔痴，不要起心动念，正如涅槃。那各位是菩萨，那你在
所以我为什么希望大家去参与工作，而不是说出家就赶快读佛学院，这要看情况。因为你要先了解到底生病了的人怎么办，没钱人怎么办，碰到堕胎，碰到鬼魂，碰到各种，甚至各位出国看看这么多的民族文化，那怎么去帮助他们，这个叫道种子啊。这个道就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六道各种的怎么帮助他，所以叫道种子啊。所以那当然你要了解南传、汉传、藏传，包括各位参加国际供佛再生法会，你也看到韩国来的法师、斯里兰卡的、缅甸的，那你千万不要看不起他，因为他们在当地都是非常受尊敬的，甚至有很大的功德力，甚至神通的。所以我认识一位缅甸的法师，在缅甸开了最大的医院，来服务最穷的出家人啊，而且那医院非常的高级，这个是不是一般南传可以做得到了？那这位法师英文又讲得好，所以他已经有菩萨的智慧。所以说你要学英文，那就是道种子了。你不想学英文，我只想反正修行就是证入涅槃，少事少业，因为万法都是虚幻的、无常的，一切智这样。那所以我们菩萨道，那各位你要去了解，包括这一次，如果你是第一次，从头到尾听藏传的禅修方法，你会觉得好像蛮新鲜的，也跟我们不一样。但这里面藏传的特殊，它就会强调。不管哪一个咒，最深造最浅都是快速成佛之道，对啊。他让你，因为各位你想想，在西藏这么落后的社会啊，你一定要这样强调啊，你修到什么阶段此生成佛啊，他先让你修再说吧啊。但是我认为所谓此生成佛，我都会认为呢，这是一种愿，而不是一种这辈子就成佛，它是一种心啊。就像我们禅宗说顿悟，当下就是佛，心即是佛，那就是对。但事实上跟达到佛的境界当然不一样了。所以佛的智慧我们叫一切智智，或叫一切种智，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合起来，这两个你都要圆满，智力跟利他的你都要圆满。所以简单也可以说自觉、觉他、觉醒圆满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所谓这个一切种，那就不分宗教了，不分种类，不分法界众生，你怎么度他你都要学。所以那当然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希望成为一个菩萨，能够关心不要说法界，世界的事情，非洲怎么度，美国、欧洲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甚至有形无形怎么度？所以非洲发生大火，那你要怎么帮他？所以你要去学。所以灭火的咒语，甚至放甘露水的咒语，不但如此，对这些动物被惊吓或烧死的，你要开始，你要有观修的心灵能力去超度它，因为这是不舍众生苦，这个跟你是不是什么宗教没有关系。包括各位现在看听到那么多病，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各种的癌症，它的起因是什么？因是什么？因缘。业是什么？然后它改变进化的方法是什么？这个都要学，菩萨五明处学，还有包括医学啊，音响、声明、建筑，这个都要学习。所以因为如此，
千手千眼是势必的，因为你要有很多不执着却了解一切的眼睛去看，牵手去接触，还要去帮忙，还有很多头，十一个头，十一面观音。那这习真怀珠你要视线各种的形象，你不能有个性了啊。所以在这一点当然各位要发一个愿，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佛陀来帮助整个法界，你这个意志力要定好。那为了如此，谁不能有法执啊？我是汉传，我是藏传，我是南传，我是佛教徒啊，这是我们的传承吧。所以卢旭长老常跟我说，不要谈宗派，如果硬要谈，我们是学圆满菩提心的，为了成佛的，这样。所以，但是每个方法都可以走入成佛之道，但是要圆满一切。但是我发觉，因为如果对世间的苦体悟的不够深，往往会追求自己喜欢的，或是累世的习气。我累世是个打坐的人，其他我都不喜欢，我打坐啊。所以我喜欢做什么就反正我就做这个就好。比如说我喜欢做义工，哎呀，那些人天天打坐听经也不来做义工，骂人了，但是他认为这个对。但是喜欢读书的那些人天天在修福报，也不看经典。但是对不起，你要成为一个菩萨，就各位所听到的这些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世间的宗教、世间的善法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具足的。所以台湾我们有慈济慈善做得非常好，法鼓山人间佛教学术，中台山讲祖师禅，所以佛光山讲佛法弘扬五大洲，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道场戒律的禅宗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每次都认为这个一合相合起来就是佛法，对了。所以我们要学这一点，我认为在中国祖师非常好，他认为你出家一段时间了，师父认为你心里比较寂静了，应该参学吧，所以你要到四大名山，你要到各大道场，他们在讲说佛法的时候，到了太虚大师，那个时候有飞机流行了，所以他派他的徒弟法尊法师要去学藏传佛教，所以那这有几位法师到东南亚学南传佛教，那慈航法师也是因为以太虚大师为精神导师，所以他也是这样的思想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那我们各位要发菩提心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卡在一宗一派。所以佛法它是有一个恒顺的因缘，所以你要透过因缘来学习，如果不能太强烈的功课压力、课业压力，那你会舍弃因缘啊。所以但是一般在一个团体里面就很容易如此啊。只是我个人，我当然大家跟我们有缘，我们开办这么多中心协会各种名字，无非就是百花齐放，用各种方法方便，但是这个方便不能有所求，这个叫方便波罗蜜啊。所以去累积资粮也好，去延揽人才也好，
当然最后佛法的究竟的意义先透过这个方便来要求自己，因为你发觉你虽然做个医生做到第一名还是不究竟，你虽然开免费老人院开了100间你还发觉还不究竟，是可以照顾老人但是不能解脱他生死啊，很多问题你不能解决。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办了一下，哎，这不是说你是菩萨非菩萨，有些事情你看不见啊，痛还是痛，感觉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看医生也不对，不看医生也不对，这些属于冤亲债主，你也要知道。很多人说不需要知道这个，那就没有慈悲三昧水忏喽。啊，悟达国师如果没有碰到一个菩萨化现，他哪里知道这个人面仓是过去十倍以前一个口业的债主，一句可害人家被杀叫口业债主，造成他这么痛苦。梁皇宝忏那就不用拜了，因为梁皇宝忏是为了皇后死掉堕落为蟒蛇，也知道这个因缘所累积的一个。所以在这一点各位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很冷静，不要讲话太快啊。所以了解累世的因果，那这各种事项的因缘，那怎么样来化解，当然如果化解自己那还是自私的哦。原来我的病啊，所以菩萨要随顺有我的病啊，这个世界太多众生跟我一样在这样病，然后我找出我的病因因缘以及化解的方法，所以我要帮助众生，这个符合四圣谛苦集灭道。所以希望我们的身体心灵是个温度计，感受到所有不一样因缘众生的痛苦跟痛苦的因，找出对治的方法，一切为众生。所以要这样去很冷静的去分析每一件事情。所以大乘把禅定，禅定分两种，打坐的禅定，一种叫厌坐，厌坐后面等一下讲，厌坐是你时时利用各种方法去思维它的因缘果报，所以观因缘啊，佛陀之所以圆满佛陀，那就观因缘啊，来龙去脉。那当然，很多人把观因缘就叫做神通，因为超过人的界限，他只要用神通。事实上，这些是可以开发的，也有过去的因缘，当然也有外力的加持，一种是。当然我们佛教比较重视这个打坐，这个神通要真正禅定神通才重要，讲这句话又偏小乘声闻乘，事实上所有的功德都是佛菩萨的加持，如观音菩萨得到佛的加持和开发，但是是自己有这个悲心跟愿力啊。所以就像往生净土并不是我们有资格去，而是我们有信心愿力要去，而佛来加持。所以方便有多门，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执着，只有慈悲啊！千万不能利用特殊一点能力来得到个人道场的收入，不能名正言顺啊！我为了盖道场啊，需要500万，所以用一点善巧啊，那动机又错了啊！因为这个你要盖道场，你要放生，这是就是执心，这个就是道场有什么功德，所以大家来护持可以，而不能说我为了盖道场，所以我办一场梁皇法会，那你又巧立名目了啊！这一点在我们的传承非常忌讳。请各位记住这句话，非常忌讳啊！所以，梁皇归梁皇，三昧水忏归三昧水忏，跟道场收入没关系啊。当然，很多
大部分都是法会是为了经济，我们法会是为了弘法。所以当然印顺老师虽然他不是对全面佛教了解，很多人这样说，但是他非常深入，但是他非常坚持这个戒律，不巧立名目。所以随缘，当然不要挖一个坑自己就不用往下跳啊。所以如果你把一个金钱一个很大的数目认为说，那我就像各位来这边，那我看我们要盖一个可以装500个人，所以吧要买几甲要花几千万几亿，听起来有道理，搞不好还没盖完大家都已经得癌症再见啊。那是因为这个过程就随缘就好了，因为静坐在你心里面，所以透过媒体也好，透过各种方法，因为佛法是建立在人心上，并不是在这边完成的，这边是给我们一个方法，但问题是这个法你要不要入心啊？入心，但是我会觉得什么方法都对修行有帮助，就像仁波切讲了，睡眠瑜伽，他睡床旁边，随时摔下去。我觉得这个方法我们要学，免得是咕咕咕像猪到天亮一样。我们要保持正觉，但是不见得是会去修睡眠瑜伽啊，因为个人因缘啊。但是保持正觉，就像我们吉祥卧，这有道理。所以，甚至有些人修不倒单，那有道理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不要因为这样起傲慢啊，因为凡夫啊还不到一个正见的时候啊，很容易在修一个特殊的法或是比较高级的法，比如说密宗啊，我修什么论啊，啊，我修无上一切啊，我修大圆满，他马上就很骄傲，中魔了啊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法不随便传，并不是说覆盖，而是你还不能修这个啊，因为你根本的知见都搞不清楚。所以对于万法平等的见地还不清楚，然后按照个人习性，这会很危险啊。所以大概，那各位，我们这种各位这种思想你一定要有啊。所谓思想，你是关心法界还是关心你的身体？我关心我的身体，我关心我的道场，我关心我的师父。这个还是很狭隘的啊，好像道理都对啊，但是我们站在大乘佛教要关心法界，关心诸佛的本怀。所以白度母他是什么愿要度众生呢？你要去思维。所以呢，而修他的仪轨，而持他的咒，因为他是一个法门，而且白度母真实存在啊。所以藏传佛教很喜欢谈这个，这一尊佛像会说话，然后眼睛像真的，就像仁波切房间有一尊，我到美国闭关房像真的，像真的啊，你就会感觉他是真的，因为他那个眼神在。我到西金山里面说起仁波切房间的一尊，他们特别请我们看，我们那时候藏日法师也有去，哇，那个脸怎么这么庄严呢？像我们叫习习如生。那说起仁波切的解释，当初他们送来的时候脸不好看，大家都嫌东嫌西花那个钱，但是仁波切的悲心哦，虔诚哦，供在那边开光供养，整个脸变成最好看啊，仁波切不骗人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一样，这个不好的相貌可以修到好相貌，人都可以了，何况是佛像。这一尊佛像，这个神像越多人拜它越真。我们的心也一样啊，黑暗的天空可以变彩虹的天空啊。所以这一点
站在菩萨道，各位，你要重视别人对你的感觉，外向、讲话、走路、穿衣服、写字、办事能力，你都要显现在修行。所以当然有人写东西给我，我一看就这个可能忧郁症这样啊，因为再来就这个人非常善乱啊。因为真正的修行者是从这个看的，所以吃饭走路，所以如果你要叫十个人走过去，十个人姿势都不一样，因为他习惯这么走，当然这是个习气，他过去做什么所以他这样走，他过去做什么所以他这样走啊。但是我们学佛了，一心念佛，佛的眼神，佛的思想，佛的语言模式，佛的行住坐卧，就学这个嘛，消我执，消法执。这个法就是说，我们中国人这样走，西藏人那么走，所以佛各位你会发现，西藏人走路跟我们汉人走路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盘坐久了，跳起来就是这个习惯，但是在这一点。汉人的威仪，像各位做早课晚课，穿着海青袈裟，非常的庄严，一步一步，这个就是修行。因为汉人是行动派，藏人是观修派，行动派重慈悲，观修派重空性，所以两个都是为了菩提心。但是这个习气我们都要知道。但是我们要抓到的是就近的那一面。南传佛教很多修行是很苦的因为他们要断除内心的问题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有去梵蒂冈天主教的这主教大殿，那真庄严，不用麦克风了，但是那个声音就真的是梵，因为他们坐那种屋顶，一唱诵的时候声音往上再往下，上帝的声音，自然你就会很肃穆，而且那个肃穆超过我们在大殿拿着麦克风唱所以当然各位，如果你愿意学唱诵也要学，这也是学佛必经的道路，你梵拜声音唱诵不能度众生，所以会唱跟能唱还有不一样，敲钟谁都会敲锵，但是用菩提心敲钟，跟还没睡饱来敲钟，声音就不一样。所以，智者所悔，就是说有智慧的人都知道。所以我们敲钟，以前都很师父在、正法长老在，我们都很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听声音，就是那个一定是海涛敲的，这样那个一定是谁敲的。就像各位敲木鱼，一听着那个是谁在敲，因为他的心跟木鱼就会，木鱼会透过的声音就是他心灵他的业当然修行一般人你听不出来，但是老和尚他们这个听得很清楚的。就像各位写字每个人的字不一样，所以签名你要学的完全一样有点困难，自然就是那个样子就像各位的指纹，大概世界上没两个一样的那这些相都是你的内心怎么去做，你自然就是那个相貌嘛。所以所谓菩提心禅修，不是哪一个法，而是你要心包太虚法界所以心照十法界